哈哈，哎呦，不行，太大力的。你看，我的，已经八点半了，我就把灯砸到两边去了。我想说难得一趟来，所以我又跑去家乐福，然后又看到有啤酒，他说要不然顺便买个啤酒。你买。他们台湾南威啊，弄人家呗。啊，这里。可以。打开，打到最开。帮你，不要，那是别人的，我帮你。
外公。妈妈的爸爸。嗯。你看得清楚吗？然后。我刚刚爷爷的吗？他是九年生的。对啊，民国十九年生的。是的，爸爸今年九十岁。九十。对。你干嘛嫁啊？你要先努力。对，要先努力。对。对对，阿妈是三十八，阿妈十九三十八。差十九岁。你们看到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下面是照片，照片有没有？看到了，帅帅的耶！哎。对，那个是佛教的布。你要不要坐飞机？这老师是在飞机上面然后撒下来。想象是这样，没有听过。哦。还是坐船就可以了啦。哦，坐船就撒在海里。哦。对啦，啊，你要撒在山上。是，还是山上好了。山上的才要坐飞机。没有看多高。会不会撒上去，然后被人家吸到？人家兴趣了。不是啊，树的话，听说就是你那个地方，它会种一棵小苗进去呢。好啊，这样就好。哎，要种，以后就长大。就那只小苗没有照顾嘞。对啊。没有时间去照顾。没差，它会自己长出来。那个旁边还有树，还有草，对不对？那个园区有人在管理啊。反正我就是要看那个标志。不要特定哪一株比较好。中天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他们的名啊，一个地方，这一区就是天恩。这里是中城。中城啊，那个一中啊，哎中座啊。门前座。哦，啊这里又不一样啦、啊，这是地中啊，我们是天，这是地，哎呀、啊，啊这里是玄。过来，我就觉得好神奇耶！100年，怎么100年？台湾100年了，1919。9年啊，我们就那一年结婚的，十月十二。我想要看一下，你提醒一下，过年多忘事。啊？等下出去外面，再飞，这里不要飞，你等下飞起来撞到什么了？啊？没关系，他以前是我可能有那么多方法，我就把它带回家看。
看到那一把枪。哦，那一把枪哦。现在人家也有哈。六星。你怎样哈？对的。哎呀，那还有这部分哈。好，走了。没事，再请阿妈一次，快点。
不用，那站起来。这边拍照啊，录影。他好。